钟连走，我们去买拖鞋儿。婆婆给你买拖鞋走。他们回去了哦。那你就放到那桌子上。这个哪个都不远啊，不远吗，阿姨？不远不远，都你们那没关系，是你们去那个地方，所以一下子就和那些小伙伴玩熟了。我也跟你说的呀，还没过一天时间呢。我们那里别人称之为山城，因为我们那里山堆叠着，就像城市，就像一座城市一样，山中间建的城市，所以叫山城。是可不可以？可以可以。啊？行行。就是有一点点。你买房，小红。嗯。就这个行。可以。这个刚刚好。好好好。这大蛮好的。36，最小的36吗？嗯。哎，可以。可以。大一点点。没有事，可以了。可以可以。嗯，没有闪过的吧？没有。这可以41嘛？这一挂。嗯。可以，那一挂是。这边有10块。那10块给他卖吧，差不多钱。你不要看那么高，这鸡好小。看起来差不多、啊。嗯。可以了，看这个。还有平时来，还有平时，我觉得。你看，好像没。可以，可以。我不喜欢吃西瓜。小红呢？我也不吃西瓜。慢点哈。嗯，我都闻到水果的香味了。好香啊，好香啊，你吃什么买什么哈、啊、这个故事好看好看，你那个不懂。我发现了。哦，那要不然等会过去把那个退了。我退了。浪费呀，买那么多。这好看吧。你觉得呀，这可不可以？穿是能穿得了，我是说那个拖鞋买没必要，哎、反正是洗脚才穿，不要不要。你可卖再见，快吃。他也不怎么吃。你买的，你吃辣的？不吃不吃。啊，这里，飞扬姐。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都有人。你看，做完了。小红。嗯。把这个啥穿？我喝矿泉水。那个我也买得起的矿泉水吧，嗯，买得起是吧？就家里喝矿泉水就可以了。说实在，这没有我想喝的呀。那就回去喝水，啊？我总觉得喝矿泉水还比喝其他饮料好解渴的多。他不买了，他在家里也不太爱买，我也很少给他买。都是妈妈教育好的。对，妈妈教育的好。这儿子会说话。这是你妈的乖儿子。果冻快吃。哦，果冻他好像要不要果冻？要不要果冻？你爱吃果冻吗？拿两个嘛，你也不是很爱吃，不能吃多了，反正，啊？我就知道你会说这，我想吃这种果冻，尝了两天就够了。哎，尝了再买去，来，都在拿着两袋吗？嗯，他家里也这样，买点海洋喜欢吃的水果什么的。我看他喜欢吃水果呀。他买猕猴桃。芒果可好吃，芒果。我喜欢吃芒果，我喜欢吃芒果，芒果。大香蕉一条，买不了那么香多，买不了那么多呀。真的很奇妙。那、这个够吃吗？够了，够了。然后这个吃。妈妈，拿两把吧。妈妈，嗯，看，大香蕉一条大。那个小红，嗯，还有啥水果？你看。芒果，咱想吃芒果。把芒果再拿一袋吧。乖、嗯，小红。嗯，好吧，那就。那也喝。我不喜欢吃榴莲。他不喜欢，这个臭的很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我骗你干嘛？快走。好，那我没有叫海洋给你买，加一个，随便拿一个。这次他吃叫累还干啥？那个不打称。嗯。嗯，只有水果。我都看见小红飞过来吧。嗯。放起码那个哈人。下边不累的话，不累。不累吗？俺刚刚痛苦表情没有出来对吧？嗯。啊？回去了。然后逛街，逛街，他回来他要逛街啊。啊。
他马上就回来了。欢迎光临。会长，辛苦了，婆婆。嗯，不辛苦。坐好哈，给你妈坐好。嗯。啊。老林。嗯。坐好哈。嗯。